近日，有粉丝发现 Lisa 飞人工鞋销量的 ins 粉丝异常，两周内急剧减少了近300,000追踪。根据粉丝发布的帖子称，4月19日，工鞋销量粉丝数都已经达到800,000名，但截止现在却变成了765,000人，粉丝数异常变化让人疑惑。对于此状况，很多网友也提出了系统故障或是被恶意举报的可能性。有粉丝说道，在 ins 上关注了小樱花，然后被莫名其妙地移除了粉丝。还有人表示，我的 ins 是活人账号，已经不止一次发现我给樱花的赞被清了，本来都以为是我号的问题，但昨天也有同样情况的朋友出现这种状况，这肯定是系统异常了吧。此外，更有人故意假说，表示工鞋销量粉丝将与他一起活动的 IZONE 成员张元英视为对手，在粉丝数相差甚小的情况下，若了先超越这个里程碑，一些粉丝可能暴走购买假账号来追踪。因为在工鞋销量的追踪者列表中发现了一些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和字母作为账号名称的账户，被怀疑是机器人账户。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希望粉丝们都能正当竞争，不要因为粉丝的不理智让偶像买单。爱豆韩语社，美儿解说最新韩语，欢迎你赞和订阅哦。